你会荡秋千吗？我不会，我只会荡一下。你们两个都会荡哦？要。哦，两个。要可以吗？要抓好哦。我刚才看到有个气球。小心哪里？小心！加油！你看，不要！看我不是你。哈哈哈！没事，哇，你用踩的哦。你是钢铁人哦，对吗？嗯。这又摔伤了。啊，这样要怎么荡秋千啊？我是那个钢铁牌偶。什么是钢铁牌偶？钢铁牌偶就是朋友啊。啊？钢铁牌偶就是朋友。就是朋友啊。哦，依依小心哦，你的头刚刚差点要撞到地上了。哦，哇，怎么荡到裤子掉下来了？吴信义要抓你了吗？吴信义，啊。他还要荡秋千呀、啊！这里湿湿的，不要溜。他裤子会湿掉。洗一洗就好了。嗯，可是会感冒啊，裤子湿湿的会感冒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冰。你的好朋友来找你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还是洗澡。哦。好吃吗？嗯。真巧克力。巧克力口味的啊、哦！哎呦哎呦！